我今嘛是走嘛唔是，唔走嘛唔是，啊唔走惊无命，啊走啊惊永远见唔到小石头。哎呀，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啦？哎，少奶奶，你那偷摕算命讲的目镜？这只目镜是我送给伊的嘞，哪会在你的身躯顶啊？你讲这哦？嗯啊。哦，哎，这是传给我的。伊传给你的？传给你的创啊？啊，你是谁啊？嗯，啊，伊人嘞啊？哎，你讲伊算命讲哦，有代志啦，暂时袂来啦。我是伊的代班。我跟你讲啦，唔拿这个目镜啦，伊哦，应该所有一切拢给我。哦，唔对，应该讲伊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伊的，我两个已经变作是一体啊。你两个人是一对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的关系哦。是比亲密爱人更加亲密哦，而且我对伊身体是了若指掌，唔呐呢哦，伊的每一寸肌肤我拢摸过啊，伊对我嘛同款，已经触及我的灵魂深处，所以讲。我两个恭喜灵肉合一的伴侣。我听你了，我袂讲啦，算命哥哪有可能会嫁查某人啦？神经病啦！哎，你们走啊！金彦君啊！你俩准讲，那灵魂我回来，伊就通脱离我。本少想啦，我是同款会当创治你。高冠达是把妹高手呢，除了子玲哦，没有把不到的妹。袂用呢，我得想办法重新施展我的魅力。我得不相信，我无法度把粉丝团找回来。先生，就问一下，这个赵延道的迄算命公在倒位？嗯，是黄延道啦，无伫个啦。哎，从即马开始哦，是我这个行南庙公代班。伊无伫哩哦，哈，哪能我即摆网络直播特别计划？就泡汤安尼，家俩。哎，小邓，哎，我拄则唔讲我代班，而且天气这样热，这样不倒啊，泡什么汤啦？哎，美女啊，你都要讲什么网络直播企划？你当问我？请问你是？你好，这是什么名片？Vido 网络直播秀企划总监周美香，美女啊，你有啥问题啊？乱当问我，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爱情上，你有任何疑问，我保证我乱当回答你，我会当替你指点迷津哦。啊，不是啦，不是我家己有问题啦，我是听人讲啊，才有一个足缘投足缘投的庙公，而且伊阁足够算命的，所以我想讲，要邀请伊来我的网络直播秀。嗯，是讲伊当时转来，伊袂阁转来啦，袂阁转来啊，看起我来的时机唔对，真正足可惜。在哪里啊？
咧讲要带我去香港出差，然后搁去澳门耍。也毋过我最近足无闲个咧，啊我手头个工课足济。对啦，我是还搁有退休还袂休，也毋过我身体无真正足重要个，我还全力以赴啊。伊啊，若无即摆吼，你家己先去出差。啊，我后一逝再陪你同齐出国去佚佗，哈。你这是在创啥？足吵的。错，伊啊，若无我等下再吵你啦，哈。拜拜。先生，我刚刚男朋友讲电话，你爱下爱叫，这爱啥？真正足无礼貌的咧。好啦。你美女，你莫去噗噗啦！我问你，你有真爱你的男朋友无？当然真爱啊！而且我拍算哦，明年就要结婚啦。你有啥物问题啊？当然有问题啊，而且问题阁真大嘞。我记得神南庙公大胆预测，恁结婚之前就要分手，恁是无可能结婚嘞。是安怎？你会晓算命？我当然有我的本事啊。啊，若无，我是免得来台北啦。先生，刚讲是我的男朋友有小三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男朋友啊是企业家第二代，就是人讲的黄金单身汉。唔啦，人俩生了缘投啊，而且哦，工作能力佫超强的。规工的身躯边都一堆迄款查某囡仔，伫遐家搞钱嘞。伊即摆是无小三啦，啊，我变偌久哦，伊就因为你有小三。是安怎？哎呀，你想看卖嘛？伊要去香港出差对无？伊说要你做一去，这表示你伫心目中有真重要位置。啊，不过，伊说因为你的工课。你无想要去，而且佫连甚物特休嘛无愿意请，伊会感觉你无重视伊。卡到即卖身边有排查兵啊，对伊较温柔的，你哦就马上 out， 背叛出局。美女啊，你是无听过一句话哦？女友只顾拼事业，男友找人。你这是什么谬论啊？啊，即马拢什么年代啊？敢讲阮查某人都袂当有家己的需要哦，啊，都要以你们男人为主哦。你这啊，都叫做是沙文主义思想。哦 ，no， 这不是沙文主义思想，这是正常人的人性思想。啊，你讲啊，谈恋爱哦，就需要时间相处，作为陪伴。安尼哦，才能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安尼感情哦，才会愈来愈稳定。在感情中哦，两个人哦，就要做出适当的妥协和牺牲。假使你唔肯牺牲你上重视的事业，你唔肯做出让步，那你注定你会失去爱情。安尼看起来，你无够爱你男朋友哦。咁。真是是安尼啊！听我的就对啊啦！哎呦，你嘛袂用请假几工，你就失去你的工课啊！这哦，要看伊是不是愿意为你的将来加付出一寡时间。假使你无愿意为你男朋友在工课上做出一寡让步，那你男朋友嘛无煞对你做出让步，那免偌久，恁两个就会分手的。喂，畅啊，我拄只伫咧无闲，啊，无考虑清楚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决定啊，啊，即摆我陪你去香港出差，然后咱去澳门行行，啊，而且即摆行程就包在我身上。你放心啦，公司的假号我会准备好的。